有一点点穿搭上的限制。好，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冰的，就是下摆是走一个冰丝，弹性虽然非常大，但是夹口的地方有一些限制。如果你是 M 号以上的夹口，你可能会觉得有一些些的不舒服，所以呢，请大家自己稍微斟酌一下。这一件呢，它是属于比较包覆性比较足够的，所以在夹口上会比较合一些些。好，那上衣的长度也是正常衣长。好，那它的蕾丝啊是直接这样从上到下，所以呢，你把衣服放出来，我觉得也很好看。那它是做一个微小袖的包袖。然后一样是弹力的，你看得到的除了布料是弹力之外，我们的网纱蕾丝提花通通都是弹力。它后背就是非常冰凉单纯的这种冰丝的一个料子哦。好，所以呢这个也是妞儿非常大推，而且微小包袖，白色建议大家里面穿白色的小可爱比较就是美观哦。黑色我觉得也很能看出整件衣服的线条，有没有看到它是做这种浪漫滚边的，而且我刚刚说过了，除了下身弹，你们看到的蕾丝也是弹的，超级好看。然后它这边是做平口，完全不会走光或是曝光的。